年关门前额高，刺痛了过人的神经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抹黑祖国唯一十字块。军装正道穿在身，站在遗址面前拍照，如此行为早已引发了众怒，呼吁要严惩。今日行为数典忘祖，不配成为中国人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血脉不能断，英雄烈士的血不能遭到如此玷污，子孙后代都不该忘记他们炎黄子孙心。今日行为伤了国歌，是情者恨，仇者快，如此行为必须严惩，为国家尊严。历史不容扭曲，太多的血泪要牢记，任何歪曲抹黑还有那何高，要严厉杜绝。不必任何的追寻。